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47页，我们从第四行看起。前面三行是从这一段揭露下来的句子，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学习大经节研义的时候用的，现在汇合在一起，也提供给同学做个参考。不能完全细讲，可以用这个方法。有奇迹者，业与契合实际之意，如来垂此，独留此经，于注经灭经之最后百年，正表此经能切于当前及未来社会。佛法决定的是七理七机，理是真理，如果不去理，那是魔术，不是佛说的。理就是事实真相，诸法实相，化身菩萨正德。虽正德呢，不圆满，到如来这才真正圆满。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依佛所说的，这个是第一个条件。佛所说的是佛的境界，是佛的真知真见，有时候跟我们的想法看法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想法看法错了，佛是绝对
正确的，要把自己的想法看法放下，采用佛的正知正见，这叫学佛。啊，我们跟佛想的不一样，要依自己的知见，不依佛的教诲，这叫自作孽。啊，决定不能怪佛菩萨。啊，所以信比什么都重要。欧益大师讲六个信，第一个是信自己。信自己信什么？不是信我们的知见，是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要有自信，本来是佛。那六祖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万法是全宇宙，整个宇宙。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从我们起心动念来的。不起心不动念，我们就是佛，本来是佛。起心动念就变成凡夫。啊，为什么？起心动念是迷了，不起心不动念是觉，觉而不迷。我们要相信这个事实真相，啊，佛就能帮助我们回归自信。佛能够帮助我们回头是岸。啊，我们没有这个自信心，那就没有成佛的因。佛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回头，这是缘。啊，因是自己本有，缘是佛菩萨，有因有缘，果报就现前。啊，这个果报就是成佛，净宗成佛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到极乐世界，第二个阶段在极乐世界成佛。啊，为什么？方便容易，可以保证我们这一生成就。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清楚明确地告诉我们，纵然自己造了无逆受恶，只要真正忏悔肯回头，啊，后不再造，念佛通通都能往生。啊，这是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所没有的。啊，所以前面跟我们说，本经殊胜在七理，哎，而有七机。啊，这个地这一段讲了七机了。啊，即是指一切众生，这个法门普度一切众生，一个都不漏。啊，只要你真正相信，真正发愿，啊，忏除业障，后不再造。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就有份，你就成就了。这里告诉我们，奇迹不但他起一切众生的根基，
而且也契合实际。实际上，时节、时代，3000年前的社会，这个法门管用；3000年后的今天也管用；3000年以后的时代还是管用。无论在什么时候，啊，一切时、一切处，全都管用。这个是84000法门，任何一个法门都做不到的。敬宗念佛往生，不退成佛，超越时空，超越一切，啊，没有障碍。经上说得很清楚，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啊，感一切诸佛如来今现在说法，没有不说这部经的，而且诸佛法运终结的时候，啊，一切诸佛都有正法、相法、末法，啊，到法灭的时候，诸经灭尽，最后的一百年。无量寿经还在，无量寿经最后面，啊，这个就是表法了，表这部经能起当前及未来社会管用啊。那么当前科学发达，人类应具的知识迷广，社会进步，每人所尽的责任倍增，这是好事，还是有问题？啊，社会的进步，大家看到的，科学技术进步了，人生在世，要得，要知。平衡的进步才有幸福，才有真正的受用。如果单独啊，一方面进步，知识进步了，道德沦丧了，好像一个人左手很健康啊，右手残废了，啊，确实是有进步，但是不健康。我们今天社会就犯了这个毛病。啊，科学知识发达了，啊，知识不断的增长，智慧没有啊，缺少智慧啊，啊，所以社会的进步
是一方面的进步，啊，一只腿一只脚的进步，另外一只腿一只脚残废了。这是今天社会状况。啊，所以每个人肩膀所担负的责任比从前不知道要加多少倍呀。啊，中国古老的社会人都有老家，老家现在人家那是路，我觉得它不是路，啊，老家中日战争结束之后没有了，再找不到了。在中日战争八年战争那个时代还有，不多很少，啊，老家对一个人的贡献是真实的，啊，我们是家庭的一份子，在外面工作，遇到困难了，我们的家是最可靠的后盾。那我们缺乏金钱，缺乏人力、财力、物力，家庭支援呢，这最可靠的，没有任何条件的。当然，每个人工作在外面的时候所赚的钱，除了自己日常生活开销之外，都要送回家。啊，家用这些钱多半是置产业。啊，中国自古以来最可靠的产业是土地。啊，所以家里面的增值田地山林，山可以种树，田地可以种粮食，或是自己种，或是租给农民种。啊，就家庭有恒产，有产业，能照顾这些族人。啊，年老了不能继续工作了，回家，啊，回老家，回老家是晚年，晚年是真正幸福美满。啊，一个人享福什么时候？晚年回老家享福。啊，家照顾你，绝不是老人院的依靠别人，不是的，家父子养老育幼，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世世代代圣贤君子都是家里培养出来的。啊，所以中国人从小生下来确实他就是一个社会组织，啊，他是大家族，不是小家庭，啊，一个家总有几百人，
这个制度好啊，这个制度不落伍啊。啊，现在家没有了，我们生活没有保障啊。遇到困难，谁帮助你啊？啊，经济遇到困难了，是的，可以向银行贷款。银行贷款一定要有抵押，有保障。啊，没有保障，他贷款贷给你了，你不能还他怎么办？啊，不是容易事情。啊，只有家，家的庭，你遇到困难，家庭支援你。不附带任何条件。啊，我这个年龄，小时候还见到过大家庭，在大家庭还住了几年。啊，大概住了五六年。啊，小时候有深刻的印象啊，对于古时候这种制度的时候非常向往，非常留念啊。古时候的人从小受过伦理道德的教育啊，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忠厚老成，跟现在人不一样啊。这不能怪现在人，现在人没有教你，就像佛在这部经里所说的，先人无知。这个先人，你的长辈，你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他们不知道啊，啊，不认识道德，甚至于不相信因果，没有人教你啊，你今天做错事情，不能责怪你，你没有学，责怪你是错误。你要是学了可以责怪你，没有学要原谅你，你无知啊，可怜啊。今天的社会普遍不讲伦理了，不讲道德，为什么？那是迷信，古圣先贤都不谈了。为什么？他们是落伍的，他们跟不上时代，现在科学技术他哪里能跟上啊？科学技术单方面的进行，科学家告诉我们，如科技不断进步，五十年之后这个地球上不适合人类生存。五十年很快啊，这个话真的吗？我们冷静想一想，真的。为什么呢？我们从过去啊，战争结束六十多年了，这六十多年我们想一想看，啊，以十年来比较，真的是往下滑坡啊。一个生年不如一个生年。今天这个世界上多少我们讲知识分子
对社会还能不能恢复安定和平，一点信心都没有。这是多么可怕的一桩事情。啊，70年代，1970年代，英国汤恩比博士还在呼吁这些科学家，没有必要的这些科学不要再发展了。啊，劳民伤财，必要的是对生活有帮助的，没有必要的啊，向太空发展啊，探测外太空，这都是没有必要的，花费太多啊，对我们没有实际的利益。提倡恢复传统的农耕，没有人接受啊，没有人相信啊，啊，真正西方有智慧的人，他看得很清楚。那么当前我们最迫切需要的真正能救社会的是什么教育？因果教育。啊，就在我们附近，潮州谢总最近这3年来他办的论坛完全讲因果教育，产生很大的效果。啊，这种教育今天全世界都需要。啊，伦理道德都不相信了。啊，因果就摆在你面前。你稍微冷静一下，你就能看到。善有善果，恶有恶报，确确实实有今生有来世。你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你起心动念自然就收敛了。啊，想想自己所作所为都是三恶道的果报。啊，他做得非常成功啊！啊，他这个班呢，我们都应该参与，都应该去学习。啊，确确实实，我们需要这种教育。啊，他完全用光碟。没有老师，收集许许多多现前因果报应的资料，怎么这让你不能不相信啊？不是过去的，啊，不是古典里面所讲的，现前。啊，活生生的事实，大家听了，真的畏惧的心升起来了，起心动念确实收敛了，
啊，那么这是我们在此地，等于说有一个实验的点，做出榜样来了。传统文化的复兴要靠因果教育做基础，有因果教育才会有道德教育，有道德教育没有因果教育，这个道德教育不能落实。为什么？人头脑的有个观念，这个道德教育落伍了。现在是什么时代？还去讲古人的什么？哎，孝亲尊师，不讲了。但是，懂得因果教育，不敢不孝顺，不敢不尊重长辈。啊，知道断卧修善、积功累德要从哪里做起？从孝亲敬老。要从这做起，啊，那么这个经起起，啊，即使在今天的社会，还是管用。我们看念老底下的文。啊，就接着看，故贤应，大家都应该广学多能，鞠躬尽瘁也，参加建设，造福人民，实现人间净土。学佛不落伍啊！晚进太虚法师提倡人间净土，曾经响应《无量寿经》的文句，啊，盖以此经双照事出世间，详是真俗二谛。啊，这就是《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对于事法出世法。都讲得很清楚，啊，那么经中之妙在于不立佛法而行事法，不废事法而证佛法，这个四句海贤老和尚做出来给我们看了，啊，他一生农耕，开荒，山野里面的荒地，他把它开发出来。耕种粮食，啊，一个人一生92年，啊，他这一个人开发的荒地，我们看着报告，100多亩，面积可观了。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啊，照顾几千人、几万人，这是事法了。一句佛号，没有一天忘掉，
那是佛法了。啊，耕田，心里念佛，除草念佛。啊，不妨碍念佛了。念佛不妨碍工作，工作不妨碍念佛。啊，就像六祖慧能大师在黄梅八个月，这四句也是他的写照啊。啊，他所干的事情，舂米破柴。啊，吴卓那个时候的道场有几千人呢，每天要吃饭，每天要烧火。啊，他是樵夫出身的，这是他的本行。啊，每天破柴舂米，供养大众。啊，破柴舂米，不妨碍参禅。禅是什么？内不动心，外不着想。所以他干得很起劲呢，干得很欢喜啊。啊，到成熟了，没人知道，无主知道，他自己知道。啊，无主提出来要传法了，自己年老了，要传衣钵。他为什么早不说迟不说，要在这个时候说，这个时候接班人成熟了。啊，八个月的训练成功了。你看他八个月在道场里，道场里都有禅堂，他没有去做过一支香。道场也有讲堂，他没有听一次经。啊，那么他参的是什么？就是外不着相，内不动心。每天干活，每天服务，待人接物，都在用功啊。真正放下了，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如果还有起心动念，就不能明心见性。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老和尚传法要这种人。他做到了。啊，老和尚出个题目，叫大家把自己的境界写一首记给他看。这是考试啊。神秀大师做了一首戏，能大师告诉神秀，没有见性的，为什么着相？身是菩提树，着相心如明镜台。啊，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啊，慧能大师把它改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无所要的啊！所以半夜三更召见他啊，让他到方丈室来，跟他讲《金刚经》大意，给他做印证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大彻大悟啊，说出了五句话：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到何自清净，能生万法。刘祖一听，行了，不必再说了啊！为什么全通了？一经通，一切经通啊！大法塔半夜离开，为什么？嫉妒障碍呀！啊，让他躲藏起来，等待时节因缘成熟，他在猎人队躲藏了15年，15年之后，大家对这个事情忘掉了。啊，不服的人大概要往生了。这个时候出来了。啊，在中国佛教史里头，做出了辉煌的成绩。啊，禅宗从大摩祖师一代传一个，传到他，都是单传。他一个人传了43个人，禅宗寺里头没有第二个，慧能之前没有这样的人，慧能之后也没有这样的人，啊，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世法跟佛法是一法，不是二法。他在黄梅8个月，不立佛法而行世法，不废世法而证佛法。啊，海贤、海清两位法师也如是啊，因持名之法呢最为方便随地可修啊，随时可修啊，啊，宗门那得要上上根人，不是上上根人没用啊！啊，但是净宗上中下三根普遍，往生极乐世界的成就。不在能大师之下，所以禅那个路我们决定做不到，但是进这条路是肯定走得通，人要救自己，不
不救自己，决定堕无间地狱。啊，我们冷静来想一想，我们生平、生活、工作、待人接物，有意无意，做错了多少事？啊，在佛门，无逆十恶，就是地狱罪。啊，你一条条想，啊，杀生，舍我了，偷盗、邪淫，广义的淫是过分，无论什么事情做过分了，都叫做淫。啊，妄语、两舌、两舌，其余我口，贪嗔痴，啊，无逆罪，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不孝父母，比杀父母简易的。啊，不敬老师，藐视佛法。李老师说的话更不好听，叫消遣佛法。他是来学佛的，不是来消遣的，不是真学。啊，这个罪过就是地狱。啊，破获获生，我们有没有做？啊，自己冷静去反省，就知道你这一生走的是哪一条路啊？十法界十条道路在你面前，你走的是哪一条？可以瞒人，瞒不了因果，瞒不了佛菩萨了，瞒不了天地鬼神。啊，美国的修兰博士告诉我们，天地万物没有一样不是有机的。啊，这个佛经可以做证明，量子力学做证明，那就是任何物质现象通通具足为它有受想行识，是不是感受？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有机体是活的，不是死的。任何一物，一粒尘沙。啊，一根小草，它是活的，它会看，会听，我们起心动念，它都知道。你能瞒过谁呀？人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啊，决定不能动念头害人，决定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情。为什么有果报？啊，起心动念，先想果报。我这个念头，
我干这桩事情，现前将来的果报是善是恶，你把它想清楚，你再下手。啊，否则的话，将来堕三途，后悔莫及，太可怕了。啊，遇到经中大行了。啊，只有经中能带业往生，只有经中啊能够铲除无间地狱的罪业。啊，可是那里要真干，如果还是欺骗佛菩萨，那罪加一等。啊，随时可修，随时可念，啊，不必住山呢。古时候修行人，这是佛教我们的，我们凡夫业障很重，经不起外面的境界诱惑，我们会起恶念，所以见道场要见到山林里面人迹不到的地方，啊，上山很不方便，没有交通工具，啊，羊肠小道，啊，为什么？就是避免干扰。所以选择这些地方啊，啊，不劳闭关严重，啊，闭关。也是远离干扰，啊，烟座是禅座，禅堂里面坐相，啊，所以不需要这些形式啊。一切时一切处通通可以修行，啊，就是一句佛号不断了，无论干什么活不忘记念佛，无论干什么活干完之后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这叫佛法。所以佛法跟事法可以并行，不相妨碍。下面说得好啊，啊，但发广大觉心，广度啊，这个一向专念名号，下至身念意念也得往生。这完全是真的。意念生念，这是讲临命终时念佛这桩事情。我提醒同学，劝勉同学要学海贤老和尚，临终自己做主，不求别人助念，这说明一桩什么事情呢？助念靠不住，助念怕干扰啊。老和尚往生选择在半夜，大家都睡觉了，等你们一觉睡醒之后他走了，
啊，一点干扰都没有，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希望别人租念，到时候没有人租念怎么办？那不就到三途去了？啊，一定要能自己做得了主宰，才没事啊。我们在这个报告里面看到，啊，海贤老和尚的母亲了不起，在家居士，年老了没人照顾，啊，海贤老法师非常孝顺母亲，把他接到道场里来供养。啊，在道场住了一阵时期，他欲知是知啊，那是一个念佛人呢、啊。儿子念佛念了九十年，他能不念佛吗？那念佛的功夫不在儿子之下啊，他不说啊，跟儿子讲。要回老家，离开老家多年了，突然提着回老家，实际上回老家往生。啊，因为老家还有女儿，还有侄女，啊，所以回到老家之后，啊，把他的女儿、侄女统统召起来，啊，欢欢喜喜，一家人团聚，啊，自己亲自包饺子，啊，给大家吃。吃完之后，他坐在椅子上，告诉大家：“我走了。”啊，叫了一声，头一歪，真走了。不要人作念，不受丝毫干扰，啊，走得太突然了，啊，每一个在当场的人也都呆了，啊，刚才你看吃得多开心，啊，怎么说走就走了？这都是来表法的。这一句佛号真不可思议。啊，那个时候都是在动乱的时代，生活条件很差，海贤老和尚就用薄薄的板子钉了一个棺材，啊，把他妈妈埋葬了。但是始终心里不安，觉得对不起母亲啊，日前没有照顾好。过了六年，环境好转了，想把他母亲改葬啊，把坟墓挖开，棺材打开，人没有了，他母亲不见了。啊，这个决定不是欺骗人的。啊，决定没有人到坟墓。家里清寒了，一分钱都没有。没有陪葬那些财物，没有啊。啊，所以不可能有人去盗墓。怎么会失手不见了？啊，所以大家想起来，大摩祖师当年在世也是演了这个故事。
啊，有人从西域回来，告诉大家，他看到大摩穿了一只草鞋。别人听了这个话，哪有这种事情？把大摩的棺材打开，人没有了，棺材里头有一只草鞋，证明这个人说的话没错，他确实穿的是一只脚穿草鞋。人走了啊，那么贤老法师的母亲是不是菩萨再来，也像大摩一样游戏人间啊？这就没有人证明了啊，再再为我们表法的念佛法门功德成就不可思议啊！他母亲走的时候86岁，身体健康，不要人照顾啊！啊，走之前跟大家有说有笑，啊，亲手包饺子给大家吃，啊，他也没有告诉人家说真的要走，是突然的，让人感到很惊讶。说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啊？所以这个法门临终一念生念决定往生，不务世间工作依旧顿脱生死啊！84000法门只有这一门今天可以做到啊，大摩祖师那个禅，那要上上根人，绝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大摩能做如此的事情，大摩之后没有听说第二个人。啊，海贤老和尚的母亲是念佛走的。所以既能自觉觉他，广度众生于未来啊。一佛自他居立，造福社会于当时。啊，这就是修净土的人。啊，你看贤老和尚出家92年，啊，92年完全做农耕，他的道场在哪里？道场在农田呢，在菜园呢，那是他修行的地方，是他的念佛堂。啊，一个人勤苦劳作，早年有个师弟还亲，有时候帮他做啊。海清老和尚走了之后，他一个人做
海清留了肉身，全身舍利。啊，现在供奉在他的小庙里头。所以自他居利，造福社会。心地慈悲也，刻苦耐劳。啊，种的这些粮食蔬菜都分送给贫穷人家，帮助大众啊，造福一方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啊，第十，我把它念一遍啊。经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爱悯，特留此心此境，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成此界他方一切有情，离苦得乐，究竟菩提之法要也。我们看念老的原文啊，是故经云，就在本经啊，说得很清楚，当来之时，是指释迦牟尼佛法运结束的时候啊，释迦牟尼的法运，我们现在讲影响啊，它影响的面是整个世界，影响的时间是12000年啊，经上讲的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啊，相正末就是个衰相啊，正法跟佛在世还差不多，保持那个形象，相法呢就衰了，比不上正法了，末法就更衰了，末法比不上相法，末法10000年。以中国祖师大德的记载，这10000年，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现在是第二个1000年开始，啊，今年是41年，也就是依照中国古大德的记载，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41年。那么等于说往后还有9000年，9000年的佛法不会灭掉，有兴有衰啊，现在是衰，真正衰到低谷了啊，我们怎样把它救起来？要真干呐，不是真干救不了啊！啊，佛学院我教过，教了几年，
吓得我不敢叫了。啊，为什么？变质了。佛学院所教的是佛学常识，不是戒定慧三学。不是四十六度，这个问题就严重了。佛法教学的目的不是叫你读好多经，记得好多事情，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实法，不是佛法。佛法叫你得定，叫你开悟。从哪里开始？从持戒开始。没有戒律，那怎么行呢？哪有这个道理？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古时候，无论出家在家，学佛首先五年学戒。要真正落实。出家决定要遵守沙弥律仪、比丘戒、菩萨戒，三句境界，这是根呢。在家学佛，要修三皈五戒十善，八关斋戒。再就是菩萨戒，在家菩萨戒，这真干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真的在斯里兰卡看到了。斯里兰卡是小镇，他们还保留着世尊当年在世的留下来的规矩，出家人到现在树下一修的不多了，但是住茅棚、住山洞，山上挖个洞，他们不捣蛋，晚上是打坐，这个很多，这真修行的人，住洞、住山、住茅棚，非常得到大众的尊敬，真正外面放下。只有三亿一波，兰卡是热带的气候，所以三亿足够了。在家居士、在家学佛的，他们都能够遵守三皈、五戒、十善、八关斋戒。每个月至少。大概有五天到十天修八关斋戒，八关斋戒要到寺院去，有男众寺院，有女众的寺院，在寺院过一天24小时出家人的生活，我们看到了。看到真欢喜，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真修行的人。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
办一所佛教大学，为全世界的佛教培养师资，弘法护法。我们希望能完全遵守世尊古老的这种传承，那就是用戒定慧，真正培养佛门弘护人才，严持戒律。放下万缘，要能吃苦啊！斯里兰卡的出家人持金钱戒，他们手上不拿钱的，没有钱财啊，确确实实三衣一钵之外，他什么都没有。那出门怎么办？斯里兰卡好，只要是出家人，坐车都免费，而且车前面几个座位专门留的给出家人的，不但不收费呀，最好的位置留给出家人。所以出家人身上不带钱。走遍全国，交通没有妨碍。人民尊重出家人，总统对于出家的高僧大德都礼拜，都行跪拜礼。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建学校，袁成熟还要建立一个宗教大学。我们提倡宗教要团结，宗教要互相学习，世界宗教是一家。化解宗教之间的矛盾，不允许有宗教冲突发生，这个给世间人最不好的印象。宗教要和睦，那么我们这十几年做这个工作有效，做成功，现在要把它扩大，要推广。2000年，我移民到澳大利亚，在澳洲，澳洲的领导人希望我帮助他们团结宗教，团结族群。这个十几年有一点效果。首先我居住的这个小城团结起来了。这个小城是个标准的多元文化，人口不多，只有12万人，有80多个族群，有100多种不同的言语，10几个宗教，真正是多元文化城。现在通过10年，我们做出一个好榜样给大家看。
啊，这个小城里头宗教团结起来了，由宗教来带领带头，把这个小城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城市。啊，真的做成功，值得我们非常欣慰。希望呢，继续不断的推广，每一个城市都能这样做，世界就和谐了。啊，世界大同，世界和平。可以落实。重要的就是要教学。啊，诸佛菩萨刹土美好，清净庄严，怎么得来的？教学得来的。啊，一切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讲经说法。啊，斯里兰卡的佛法确实得利于这些法师出家人。出家人个个都会讲经，个个都担负起教学的使命。啊，他们全国有10000多个寺庙，每一个星期天开放给群众来学习。啊，我去参观一个寺庙，我去的时候没通知。啊，想看看那的真相。啊，进去之后看到这个寺庙这一天3000多人，主要的是学生。啊，服装整齐，一围一围小圈圈，啊，一个法师在那里讲，有几十个学生围绕着听。啊，我看到好像有30多个法师。啊，殿堂里头、走廊上、空地上都坐满了人，秩序非常好，看了真是感动人。我们去参观，学生专心听课，没有交头接耳啊来看我们，没有这个信心。啊，他们若无其事。专心在学习，我们看到很感动啊，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是一个佛教国家，现在我们有缘，大概不久的将来，我会看到另一个伊斯兰的国家，回教国家。啊，印尼教育部主管中小学的官员。啊，这高级官员管全国中小学，啊，到香港来看我，我跟印尼的关系很好，
告诉我一桩事情，印尼政府从今年七月，现在在筹备，今年七月，全国中小学推动《弟子规》的课程。这是中国儒家的，全国中小学学生必须要学习。我问他，你全国中小学一共有多少所？他告诉我有15万。那么推动弟子规的教学得有老师，一个学校一个老师要15万人，两个老师30万人，怎么培养？所以教育部下头一定要设立一个弟子规师资培训班啊，这个培训班专门培训讲弟子规教弟子规的老师，就一门功课。那么我们相信有4个月足够的，一年可以办2次。如果密切的办呢，一年可以办3次。办这个班，那我们全力支持他，帮助他。最重要的是老师。我们马来西亚有几十位老师都能够教弟子规。你们那边的弟子规师资培训班办成第一届，我们可以帮助你们马来西亚这些老师可以到那边去教教1届2届，顶多3届培养你们自己的老师，然后自己不能中断，一直培养那么现前教育怎么样？怎么办呢？用远程教学所以我请他们组团到澳洲去参访去考察。澳洲地方大，人口少小孩上学非常不方便，所以用从小学就用远程教学，他在家里学，有一个电脑就可以了接收学校老师上课每一年有2-3次学校老师到各个地方来举行考试所以学生一年只有2次参加考试也不必到学校连远程教学的香港就有澳洲大学可以在自己家里学学校会派教授到香港来把学生举行考试，1年2次毕业的时候学校发文凭，这个方法好，因为印尼人口多，它有2亿3000万人，它是岛国，有10000多个岛屿交通功率最重要的是船只这个国家是伊斯兰教是全世界伊斯兰最大的国家
能做这桩事情，我们想不到啊。他来告诉我，我真欢喜。啊，回教大学的校长来看我，来了两次。啊，告诉我，学校要建一个诉苦馆。啊，我才想起来了，我送了他十套诉苦全书，他现在建个诉苦图书馆，要办汉学院，这个好事情啊！啊，汉学院学什么呢？就学诉苦全书，啊，培养中国儒释道的师资人才，好事。啊，而且他告诉我，将来在他学校里研究儒释道的，不需要交学费，好像连吃住学校都供应。啊，学校供给。啊，毕业的时候有学位，这个学校是国家办的。啊，所以来找我协助他，这是好事，这是大事。啊，印度尼西亚是大国，从人口来说，它是全世界第四大国。啊，人口第一是中国，第二个是印度，第三个是美国，第四个就是他们。啊，过去我到他们国家访问大概有20次。啊，所以国家领导人跟我都很熟。啊，都见过面。现在他们要做这么一桩好事。啊，我们要全心全力来帮助他。啊，那么他们的汉学院就是诉苦馆预定在5月份奠基，邀请我参加。啊，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啊，不但影响他自己国家，影响到全世界。啊，佛陀把这部经留到最后的100年。所有的经教都灭了，无量寿经还在。100年之后，无量寿经不存在了，还有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还存在，大概还会留100-200年。慈悲到基础啊，末法结束的时候，有人能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佛都来接引他。啊，所以其有众生执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啊，执是遇到，只要你能够遇到这部经，你要求往生极乐世界，决定得度。啊，不求往生，我求世间的名闻利养，行不行？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你求升官，求发财，
求身心健康，啊，家庭和乐，事业顺利，这部经通通可以帮助你。量以此经，符合社会之实况啊，真俗并照啊，理事双融，凡圣其收啊，幸福不二，故能长存而独留于末法时代。啊，确确实实，经宗法门有求必应。啊，但是基础的基础是因果教育。我们为什么能往生？因是自己真心。啊，为什么？极乐世界是我们真心变现出来的，我们自己真心所变现，哪有不能回归的道理？这个要懂得。大乘教常讲，整个宇宙啊，心心是变。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说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我们什么关系？关系太密切了，同一个自性，同一个真心。所以求生极乐世界要用真心求，不能用妄心。啊，信愿持名。一向专念，这是缘呢。因是世心是佛了，缘是世心作佛。我现在想到极乐世界去作佛，我们在《坛经》上看到，慧能大师第一次跟五祖见面。五祖问他，你到我这儿来想求得什么？他回答说，我只求做佛，他不求别的。啊，不求富贵，只求成佛。五祖真的满了他的心愿，连成佛都可以求到，何况其余？哪有求不到的？所以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求财，求聪明智慧，求健康长寿，这是世间人没有一个不希求的，在这部经上通通可以得到，可以满足你的愿望，真正不可思议。啊，量以此经不但为净土群经之纲要，一大藏教之至规。啊，这些不什么经？净土经典里头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啊，代表净宗的第一部经。
啊，它是净宗的纲领，它是净宗的重要，没有比这部经更重要了。啊，而且是一大藏教的智慧，一大藏教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最后都归净土。华严经末后善财童子53财，普贤菩萨10大愿望到归极乐，法华楞严大经大论，没有一部最后不归净土，归净土就是大圆满，真实成就啊。实实在在说，也为此界他方，现在未来一切有情离苦得乐，究竟菩提之法要，这还得了吗？啊，实实在在老实说，此界我们这个世界，包括释迦牟尼佛的教区，这个3000大千世界啊，3000世界的大千世界有多大？黄念老老居士告诉我，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是我们现在天文学家讲的银河系。那么一个小千世界就是1000个银河系，1000个小千是一个中千，在1000个中千是一个大千，所以一个大千世界有10万亿个银河系。这10万亿个银河系这个范围，这是此界。10万亿银河系的外面，他方诸佛刹土无量无边呐，无尽无数啊。啊，此界他方，整个宇宙，现在未来，一切有情离苦得乐，究竟菩提之法要，就这部经，就这一句佛号，你能相信吗？啊，你能相信？那是大善根大福德，你这一生决定能往生诸佛。这个法门理事都不可思议，理太深了，事太微妙了，无法想象啊！所以只有上上根人他能相信。为什么？他一闻千悟啊，一听他全明白了啊。还有一种人，下下根人，虽然是下下根，他对这个道理并不懂，但是他老实，他听话，他听了他不怀疑，他就相信。
啊，而且他真干。啊，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一点怀疑都没有。真正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叫他念佛，这句佛号一天到晚都在念。啊，他没有休息的，把这句佛号抱紧。这种人往生极乐世界，跟上品上生的完全相同。这下下根跟上上根往生极乐世界，通通是上品上生。我们要向他们看齐啊！啊，海清、海贤两位大德就是这样为我们实现。他们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听人讲过经。啊，他为什么能成就？具足六个字：老实、听话、正干。啊，他出家，他的剃度师就教他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教他一直念下去。你看看。老老实实念了92年，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他有没有开悟？开悟了，我能够看得出来。啊，虽然我没见面，我看他的光碟。啊，不是开悟的人做不到。啊，确确实实，他这么长的寿命不一定是他自己的，是阿弥陀佛加持他的。啊，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为这个地区，为这个时代表法，做一个学佛的好榜样给大家看。学佛都应当向他学习，一生不求名不求利，什么都不求，啊，自己每一天勤苦劳作，自食其力，真真不可思议。啊，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当向他学习。啊，是故念足感恩图报啊！啊，这黄念祖老居士怎么报恩？发无上心，尽诸此心，续佛慧命。这就是他报恩的方法。我们今天读到此地，我们也发现感恩图报。我们怎么报法？也是发无上心，依教奉行，为人演说。注意那个演字，演是要做出来，表演给人看。啊，海贤老和尚一生是表演，他没有书，完全是做出样子来给人看。那、啊、
他能言，他当然能说。法缘不一样，农村里头人，他所接触的全是农村。农村人，你给他讲，他听不懂。你做出来，他看得出来，他受感动。啊，他要住在都市，他一定讲解。啊，虔诚，祈请两土道士。啊，这是求加倍加持。我们愿是法了，我们智慧不足，我们福报有限，一定要求佛菩萨加持。啊，要虔诚，要恳切祈求两土道士。我们这个地方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这是两土道士啊，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还要祈请十方如来、上师本尊求加持。不但求加持，还要求护法，金刚护法啊！金刚护法是哪些人？四中同学啊，在家出家，男中女中，要求他们护法护持啊。慈恩佛护啊，啊，佛加持我们，现前四众也帮助我们啊，有没有？有。我们只要真感，感动佛菩萨，也能感动许许多多的同参道友。啊，只要跟你接近，看到你真修行，没有不尊敬的，没有不佩服的，没有不护持你的，是威德名家。啊，即此注释，上其圣心，广其众心。啊，希望这个注解，我们后人读到他的这个注解，为人言说，为大家分享。啊，上其圣心是理，广其众心这是根基，其极其理。啊，上面是其理，下面广其众心是其极。凡有见闻，同入弥陀一乘圆海。我们发的这个愿，希望我们将来都是极乐世界莲池海会的同参道友啊，以这个作为大圆满啊，大团圆。念老在讲经之前的前言到这个地方圆满了，正好时间也到了啊，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